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新港乡第十届国中小学联合美展热烈开幕，今年改变以美展的方式来展览，展览的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加手工艺品，相当的丰富多元，吸引真侪亲子来看展览，也来展现艺术多元的生活美感理念。新港乡立图书馆举办各种小学联合画展，今年进入第十届，为着扩展艺术的丰富性，今年改变以美展的方式来展览，包括绘画、书法、手工艺品创作，拢包括伫展览作品当中，落实多元生活美感的理念。我们新港图书馆呢，现在呢艺文方面呢都特别的加强再来办理，还有联合借书卡都有在办理，所以图书馆方面呢，我们的艺文活动呢会越来办得越多。尤其今年呢是画展改为美展所以今天呢特别是我们第十届所有的小画家的这个光荣，也是深港乡的光荣。绘画作品呈现无同主题，展现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观察。真侪作品拢呈现出学生想要和大家熟悉的家乡风貌。我画的是美丽的鱼，海港，想要介绍我美丽的家乡。阿公阿妈在遐经常就辛苦的，所以才想要画这张画。心情感觉真欢喜啦，吼！算讲代表咱新港乡安尼，对，算讲。为这小画家就对啦，吼伊一个，一个做，该种，好像一种的表现安尼啦，咱甲感谢，甲所有的学生拢鼓励安尼。联合美展受到乡内学校的热情响应，更有真侪亲子家庭特别来欣赏展览，和囡仔上大鼓励，和学生伫艺术创作领域会当得到搁较大的发挥舞台。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